主料鸡蛋两个，辅料青葱六根，厚香肠一片，圣女果四个，杨桃四片，芝士方片两片，肉松随意。用餐人数一到两人，鸡蛋打散，放入葱丁香肠丁搅匀，取一块鸡油均匀涂抹在平底锅表面，把蛋液浇点凉水铺在锅面慢煎，把蛋皮画成三角吐司大小，芝士斜切成三角片，吐司斜切成两三角形，吐司反面涂上沙拉酱，盖上鸡蛋皮，鸡蛋皮上覆盖一层肉松，再盖上另一片吐司，最后盖上芝士片，插上圣女果杨桃片压成顶形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